公关得一个字，忍。要发生嘅事终于发生，做 PR 脑要转得快，把口要杀晒。骗乜鬼嘢阿卢啊，狗嚟嘅啫嘛。艺人喺镜头前后都有两个样，我哋都一样。只要达到目的，我都冇乜所谓嘅。名利场上你争我做，到底边一个先至系幕后玩家？